不知道玩什么射手的时候，掏出李元芳，对面这个阵容射手蛮难存活的，那李元芳就很好的选择。这把这些小瓜阿离，先别着急学技能，进这个草，看一下阿离会不会和谐开局。他选择抢线，我们绕到下面那个草，有位置可以打，一技能挂上一级，两层、三层被挡一下，再一下，利用好草丛就等于避免了李元芳手短的问题。冷知识：不会刀盾满三十额外经济，塔下兵 A 一下或者三下都不会漏，两下必漏。对面应该在打赤甲，直接过去，他没有狂暴，注意阿离交一了，二技能滚脸，捏住一等的先交二，再往上一级，一分半开始还辅助连体，射手是核心，我们需要辅助保护才能更好的带飞。阿离一打二交一，那他没了。原来是我没了，复活出来继续对线，注意小地图阿离转中，他没有我们的视野，直接过去。狂按一，卡他一下位置就行，注意他后面人多势众，我们往后撤。记得不尾刀，婉儿大概率在下路，对面三个人，我们一个人直接放塔，三打一，防御塔是保不住我们的。等队友到了再往前清线。队友没来，直接放塔，不要觉得对面不会越塔，你放塔损失的只有两只兵，不放塔损失还要再加一个人头。拿带核心，继续清线。四打二，这波可以越塔，让队友先上。我们是射手位，不要看伤害。阿离没二了，一技能挂上一级，两层、三层、二技能直接后撤。继续回来对线，管理元芳一定要利用好草丛，我们的缺点就手短，那草丛先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，主打就是扬长避短，一技能挂上一级，二技能拉近普攻输出，再回来清线，注意时间，四分钟龙点，我们过去开龙，婉儿没漏，二技能一定要捏住，一技能就是大飞弹，对面两个都在，直接后撤，李元芳只要不交二，对面是很难对我们动手的。注意小地图，对面都在中，直接技能清线。中路回防我们是不考虑的，中路他俩能清掉线就不需要我们回去，清不掉线我们也推了下塔，最多算换塔一点小亏，不要盲目跟着对面走。推完下塔的软中，二技能拉近，一技能挂上一级，两层、三层。注意小地图木兰位置，再回来清中线。还有推中塔，五分钟推掉中塔，下路线有夏侯，我们转上推塔，这里就是对抗路的一个细节点，推塔我们射手做就行了，其他人要做的应该是阻止对面过来，就跟木兰一样，直接去蹲老夫子过来的路，给我们射手推塔的机会。推完上塔野区全吃，反野拉克的硬杀双倍，全中清线，注意这时候对面野区全控的，那就没必要往前压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收在家里的资源发育，夏侯身上有蓝，我们吃家里蓝，让打野吃红带下路线，我们四个打中上节奏，进草的人李元芳一定要学会利用草丛，分析小地图，下路两个，上路四打三直接打，捏住二防止婉儿切我们，婉儿没了，直接二技能切入，主打绝嚣张，注意后面的阿离，一技能闪现往前找输出环境，伤害没了，又出大飞盘减速，挂上印记，二技能拉近，残血阿离，二技能直接认错，不是你怎么还喊家长了呀？好像错的不是我。复活出来开始拿红，射手都很需要红 buff 的减速，只有黏住人才可以打拉扯，转压推塔，李元芳的缺点就手短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先落，能蹲草就蹲草，感觉张飞要喷大，直接丢出大招，走位的同时往后拉扯，婉儿来了，二技能后撤，他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，三只观察局势，一技能挂上一级，再走一个，走位输出，打我们能打到的，一定不要往前陷入危险位置，阿离没二，等下一波。十分钟龙点直接开龙，小优劣势开暴君，大优碾压开主宰，打完龙注意小地图木兰位置，直接靠过去，直接二闪，
带走一个，一技能挂一技，龙叔叔。炸回真断线，中路没线直接追人，没兵线一定不要停留，清楚自己该做什么。比如现在要做的就打对面吊点，好减速。老夫子那边乌兰会管的，下路线下午去带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处理中线，打中下推塔节奏。兵线还没到，多吃个野怪，再清线，转下推塔，左道之术寸草不生。推完下二塔，下路有减速，我们转中推塔，往前走，卡一下对面位置。推掉中二，下路兵线也过去了，直接拆下路高地。这里他们三个应该往中路打，往上的话就分散了，不然应该还可以压个中塔。发起进攻，伤害有点高，二技能后撤。注意，对面现在全部复活了，没必要再往前压。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清对面野区，扩大经济差，然后开主宰龙再压。后期的节奏一定是围绕龙来的，有时候压不上去别着急，反对面的野区捏着龙慢慢来。下路高地破了，龙丢上路，这不打中上节奏。下路不好一波的，拆高地，对面还要往后退一步，要冲水晶，那肯定直接急眼。我们要温水煮青蛙，慢慢蚕食，让对面没有机会反抗。踩个眼，等木兰下路赶过来先。三者观察局势。一技能挂上一技，二技能后撤，往后拉扯一下，丢出大飞盘，闪一下后撤，二技能往前躲伤害，一下直接带走，一波一换三，他已黏着网而不让他回来，没有什么操作，就是通过运营节奏，让我们有绝对的经济优势，让对面想抵抗的时候已经没地方发力抵抗了。关注我，让我教你学射手。